好，走进来。欢迎乘坐渝中地铁，本次列车终点站杨里东方美学蓝场科技 ，vivo S19 提醒您，下一站响板，开左侧门。打开二维码，往五一广场的紫色路转。乘坐期间打开二维码。现人流量较多，请提前打开二维码。爱心茶汤。这边地铁入口处，好多小朋友跟小年轻卖国旗，一面一块钱。哦，这个商场也是戒备的，不让进去的。这个商场，香格里拉。那这个小朋友还是小学生吧，就开始做生意了。今天所有经五一广场的路全部管制，都不让走，然后只有行人可以通行。不管是前后左右，左边右边，所有经五一广场的路都不能通行，而且全部进行交通管制。站在什么地方？哪里有人流量？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五一广场后面的新泉路，然后我前面就是香格里拉酒店。今天是10月1号，过来看升国旗，一年一度的升国旗，刚好今年是75周年建国，好吧。现在升国旗的时间已经改成7:55了，现在的时间是7:28，再过20分钟就开始升国旗了。人太多了，人太多了，而且每个路口都好几个警察。然后我们要跟随着人群往前面走，能不能看到升国旗还不知道，因为按照历年升国旗的那个经验来讲，很多人9月30号就会提前一天睡在五一广场，拿个帐篷，凌晨在那边等，等第二天早上看升国旗。所以如果要看到靠近升国旗的位置看它升国旗的话，估计是不太可能。这个现场的人没有10万也有8万吧，全部都是人，而且还下着小雨，看见没有？大家都打着伞。这还是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下，人还这么多。要是交通没管制的话，这一带应该是水泄不通。这个就是香格里拉了，从这边过去。他这个卖国旗也真是小国旗，一面1元，他应该是拼多多批发的吧，3毛或者5毛钱批发的。这让那些商家卖3块5块的是怎么卖？人是超级多啊，特别是带小朋友来的，基本都有，每个家长要小心牵好小朋友的手。这边过不去啊？从外面道路走。哦。外面走。可能看国旗要在马路外面看了，里面也进不去。我们从福建电视台这边走过来，直接走到了这五一广场的后面，就是福建大剧院的后面。本来南门都出来直走，就走到那个毛主席招手的那个位置。现在这条路不知道让不让走，看见好多人回头，是什么情况？我问一下从哪里走。
前面不让看了，往后面走。停车太方便了。人太多，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快点，七点四十分开始了，快点，从这边。哦，这也不让去了。好吧，这是一次失败的看升国旗。刚才让走，走一批过去，现在不让走了，全部堵了。哦，这边出来好多。往后退了，往后退了。看见没有？前面那个黑色的衣服的，都是管制的，管制人群的。阿弟，阿弟，阿弟，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啊！没地方站，给你在下带雨，有地方站，早就让你们进去了，进去也进不去，也看不见，是吧？理解在。你好。对，进不去了。饱和了，就站满了，爆满了，就告诉你了，只能站在这里。不要过来了，那站这里。这边出来的应该是被疏导出来的人群，所以才说为什么很多人是晚上在这边过夜，或者凌晨在这边就排队看升国旗的，是这样子。哦，这边又过去一批，到那边路口去堵了。这边都是被疏导出来的人群，因为现在时间还没到，他们都退场了。今天还是台风天啊，下着雨，然后热情都被浇灭了。要不然去香格里拉吃个饭。其实，福州市的五一广场升旗是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升国旗的。还有啊，福州五一广场升旗是全国唯一除北京以外每天都要升国旗的城市，而且这个升国旗的那个。官兵是消防指战员，所以福州的五一广场的那个升旗队伍也称红旗下的消防。现在我是往回走的一个状态，这边路口都不让进来了啊，不要说我们往回走的。现在我往回走，看到的都是一脸失望的群众。等于什么情况？等于就是我们刚才出地铁口跟我们一起走的那一波人全部都是进不去的，都是往回走的。然后我们现在走到协和医院这边来，就是旧的福州电视台，然后我们要上玉山这边上去，看一下上玉山上面能不能看到升国旗，还是说玉山也不让看了，也被管制管起来了。拥堵的人群，哦，这里可以看到升国旗，难怪大家都堵到这里。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吧。这个十字路口太壮观了。这里是路口。他们都电视台，站在马路中间。热不热闹？人多不多？哎，那个走，快一面，快一面，不然的话太挤了。这个还是我是坐地铁来的，你想想，你要是开车过来，那是一个什么情况？这里隔到五一广场，隔到二环路，估计都没地方停车。好了，这里最宽了。前面这里是南门兜路中间那棵大树。新泉路这个路口本来是可以上玉山的，因为玉山正对着福州的五一广场，也是一个高点，制高点，可以在上面看到升国旗。现在这边路口也被管制起来，不让进去了。警察要跟那个每一位前来观看升国旗的群众做细心的解答，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让您进去，不让您进行升国旗仪式。每个都要耐心的解释，每个路口的警察。
今天升国旗的那个时间是7:55。如果你不是今天过来看的话，升国旗的时间，平常升国旗的时间是五点多，5:55，大概日出的时候吧。每天日出的时候开始升国旗，就比今天早很多。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它是故意调整到这个7:55升国旗，为了让更多人来观礼那个升国旗的仪式。但是太多了，热情高涨，然后交通就管制了，大家连走路都不让进去了，整个五一广场东西南北全部都进不去。五一广场平时看着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啊，一到这种关键的时候，几万人涌到五一广场，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挤了，然后就有一定的踩踏的风险，所以还是管制一下比较好，不容易造成那个群体性的事件。请乘坐地铁的乘客往这边走。这个让家长带小朋友过来看升国旗的，那小朋友有点失望啊，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太多，他留个过道给车辆行驶吗？我看一下时间，现在应该升国旗，哦，升完了，啥也看不到。走吧。小孩没签证。好，这条玉山路现在可以上去了，因为国旗升完了，所以让大家走了。哎，还不让进去，只是这里可以让进去，下面的路还是进不去，就是还是走不到升国旗的那个旗杆下面。我们走到那个玉山的转弯处，有一个制高点，可以看到升起的国旗。就这里了，这里人最多，而且可以看到国旗，也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人。我们只能从这个角落看到国旗升起后的状态啊，在这个马的脖子上面有一个红红的一束，那就是国旗了，然后下面花花绿绿的都是雨伞。现在一波人看完，我们现在另外一波人换进去看，他们都是幸运的观众，因为他们早来啊，所以往年的经验是没错的。7:55升国旗，你最少5点多就要到这边。如果你想靠得更近的话，就是离那个升国旗的那个队伍旗杆更近的话，你就要凌晨过来这边。凌晨呢，过来帐篷带过来或者椅子带过来，坐在旗杆下面等。哎，那个你就第一个了。五一广场还是装扮一新，很漂亮的。估计能超越今天五一广场的这个热闹程度的话，应该就是下一次五年，就是80周年。这是标准学生像，这都是拍照的人。哦，它后面有个背景75，所以大家都站在这里拍照。五一广场正前方就是毛主席像，然后后方就是五一广场的标志性建筑玉山堂。现在这个视频所拍摄到的场景是福州五一广场升国旗仪式结束1个小时后的五一广场的那个现状，就是人流，大家还没走。看一下五一广场的布置情况，
花卉，还有拍照的人太多了，特别是这边人民剧院这边聚集了很多人。现在我们走到五一广场的正中心了，然后前面喷泉打开了，很难得看到五一广场的喷泉已经开启，好多拍照的群众啊，然后都是小朋友。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人太多啊，会产生很多垃圾。我们看一下喷泉这边，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哦，这边有环卫工人及时跟进打扫了，辛苦环卫工人了。这里也是一个拍照点，可以拍到整个玉山潭的全貌，大致就是这样子了，升国旗就结束了。然后难得的是喷泉开起来，重大节日的时候五一广场的喷泉会开启。来看镜头，准备三二一。那好吧，今天10月1号在福州五一广场看升国旗仪式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拜拜。